其实呢，统哥已经做过了所谓的出手牌我就买，对不对？而且连我们家娜娜都一样 ，Spider 出手牌他也是买。那统哥今天要来签我的下一台手牌车，我记得我的影片上有网友说，统哥一定是收了钱的，拍谁哦？统哥今天是来付钱的 ，OK？ 统哥你好 ，Hello， 恭喜交车哦，这边请 ，OK， 帮我扫一下芝麻扣，好好好，哦哦哦，是哦，对哈、哦、，OK。JTDAE， 哎，错嘞，啊，没有错，是确认行照跟车身号码一样，这部车绝对值得收藏。虽然大家都知道 ，OK， 但是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好好珍藏它。这部车真的是非常有感觉的车，也是难得 Toyota 的佳作，而且不需要找别人，自己来就可以搞定的一台超级迷你的 Toyota LFA。 什么叫做落地改？开车出来就直接改。嗯，最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所谓的落地改，就是你已经知道它的弱点，马上改 ，OK？ 我们不是乱改的哦。前车白的部分就是小光。小光的，对，那但是黑色的部分，像尾翼啊，还有diffuser的部分就可能，我们就贴亮面透明的，像白色车，如果我们搭熏黑头灯的灯模，同学觉得如何？看起来要更傻哦，可以，当然要，好，那我们就这么做，OK， 好，就这么说定。喜欢统哥节目的朋友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PIT63， 而且打开小铃铛通知，这样就可以有最新的节目通知哦。